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西贡 Frankie， 好多谢大家收睇我嗰个频道，去追踪西贡区嘅最新成交同埋一啲笋盘推介俾大家。好啦，咁而家嘅时势里面咧，成交虽然系少咗啲，但系价格咧就相宜咗好多，所以除咗我哋 sales 要勤力之外咧，买家其实都需要勤力噶，因为你哋要勤力去揾一啲笋盘，一啲咧价钱又靓而单位系优质嘅。咁所以如果呢方面嘅，梗系揾我西贡 Frankie 同埋我哋世纪有一期峰专业嘅团队啦。好啦，今次我报道嘅成交咧，同埋笋盘其实都喺大网仔区，就是我身后面呢个斩竹湾村啦。咁而呢个斩竹湾村个卖点，首先咧大家睇到啦，头先一个大网仔路一入嚟咧，呢、这、一个位置自成一角咧，就系斩竹湾村啦。啊，咁呢一个物业嚟讲，你可以睇到，第一佢唔需要担心有路权嘅问题啊，因为呢度全部都系官地嚟嘅。咁而第二个卖点，佢就系背山面向呢一个嘅优美嘅海景啦。啊，咁而首先我报道嘅成交就系呢度嘅双号屋，建筑面积1950尺，而成交价咧都系1950万，即系10000蚊尺啦。而佢附设咗花园泳池同埋一个中空楼底。咁之前我都介绍呢个笋盘一路推俾大家噶。啊，咁但系唔紧要，今次咧卖咗呢个都好，隔篱咧有一个咧相约嘅单位。咁都係1950尺，屬於一個中空樓底設計。另外附設咗700尺嘅天台，兩個嘅露台，同埋咧成近1000尺嘅花園。而佢花園裏面咧，同樣都係有私家嘅泳池咧，都係背山面海嘅，屬於一個優質嘅單位。而業主咧，而家嘅叫價係2200萬，同埋係60000蚊租嘅。好，咁大家睇到室內同埋一個嘅花園泳池嘅景觀之外，另外我介绍第二个笋盘，都是属于大网仔区。咁呢个是大网仔村的一间双屋，建筑面积同样都是1950尺啦。咁亦都是属于一个中空楼底的设计。所谓中空楼底呢，就即是话佢偷了第二层，吓唔攞嚟做一个嘅面积啦，而是令到呢而地下一路去到二楼呢，就成10几尺高的楼底嘅，所以个气势非常之唔错。而单位嚟讲呢，佢亦都附設咗1000尺嘅花園，咁啊，另外佢亦都有泊車位啦，望到山海景嘅，而嗰個價錢嚟講咧，比較相宜啲，係2000萬嘅啫，而個裝修都唔錯噶，所以大家可以睇睇嘅相片之餘咧，你有興趣實地去睇睇嘅話咧，記得聯絡我西貢 Frankie 同埋我哋世紀有一期峰西貢區4間分行嘅專業團隊，電話喺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